台商搭高铁返家，似乎要帮捷运挂保证。韩国瑜视察防疫作业，直接搭捷运。今天快乐啊！对，一个小时一次嘛。在提醒售票口对扶梯扶手等民众常接触部位缩短消毒，间隔时间避免接触传染。要还原台商行程，前一天是这么说的：最晚是明天，这一位台商朋友所有的他所接触到的人事地物，全部都要把它重建起来。 隔了一天，行程是否整理好，准备公开？韩国瑜这么回答：因为有他是有中央权责部分，我们现在连全部都掌握住。我请林局长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整理之后会依照这个把相关的疫情调查的这个资讯，会报给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，进一步的去做一个参考。卫生局长戴达态度保守，整理已经曝光台商行程。1月21号从武汉返家搭捷运，1月22号上午买早餐，下午看医生跑舞厅。23号说实话。 24号确诊，但传出1月22号还有新增行程。中午陪着家人喝咖啡逛街，等待进一步确认。如果有需要去公告给我们全国市民全体的民众知道的，就会公告给一些市民朋友知道，说你在该时段有出入的，那就是要自主健康管理。 韩国瑜抛出行程重建是否对外公布，卫生局退一步不愿抢先发言。为了防疫，韩国瑜宣布新年红包由庙宇等单位代发。我们尽量拱手不握手，好不好？好。高雄出现确诊病例，担心接触传染，韩市府改变做法，防疫草木皆兵。三立新闻黄大光、温宇文高雄报道。